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讲解一下松石的色系问题。其实松石来说，基本上就属于两种颜色，后期盘纹，一种是走绿，一种是走蓝。你像上边这种就属于是蓝色，下边这种呢就属于绿色，蓝绿均有，而且分个人盘纹的体质问题，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后期盘纹的颜色是有所不同的。可能同样的料子，有的人盘纹就属于绿色，有的人盘纹就属于蓝色，就是因人而异。这个东西还是需要